大家好，我是 SAVOX Andy。 我们今天要来讲2023年的新开发案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会慢慢陆续的透露彩蛋给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来，我们今天要介绍2023年最新的开发案。我们现在先透露一些机种，因为2023年的机种非常的多，然后这个是预计在第一季会上市的产品，我们叫它 SV-1281， 就是1280的扭力提升版。因为这颗的马达我们用到了妥山沟的技术，然后让马达的大小又比1280更大，所以它在扭力可以达到将近70公斤，非常接近我们的专利伺服机 SB2290， 然后它的角速度大约是在 0.16 秒，这是 7.4 伏，所以在 8.4 伏的时候它应该是在 0.13 秒。然后这个它的上盖设计会跟我们的 SV1280 一样，然后这个我们还是用测试的，然后之后我们会把这个上盖把它换掉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跟我们的代理商联络，但是不要现在去联络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，这是彩蛋。我们会持续的透露一些2023年的开发案，等量产的时候我们会把定妆照还有量产的那个样式给大家看，谢谢大家。